这边还有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我要一个糖人。好，好的。可以吹一个小螃蟹的吗？小螃蟹。啊。螃蟹吹不出来。那我吹小牛吧，小牛可以吹哈。对。这个是红糖吗？不是，这个是麦芽糖。这个糖营养价值很高。哇，这么长。这个这么细，它不会断吗？不会断。不要猛吹，一直吹就轻轻的吹就行。对，吹，轻一点啊，轻一点，吹，用力把它吹起来，吹得很好啊，那力气控制的要好。好，啊，我都要吹没气儿了。来，轻轻的吹啊，好了，不吹了，这好漂亮。这是老板吹的龙。你们力气控制不好，吹出来不好看。不好看，也拍出来有的笑话，有的哎呀，吹的什么都不像。这个拿着，这个拍了给你们都拿着。哇，谢谢老板，看我吹的小龙跟小牛。嗯，自己吹的真的好吃。吃一口猪脸，这个吹完是那种脆脆的口感，哎，很好吃的。这个小龙我都不舍得吃了，我吹了三次。你们能看出来哪条是老板吹的龙吗？老板，我想要一份惠灵顿牛排。要稍等一下，美女，38一份，帅哥。哇，这个牛肉好漂亮啊！对，这个绝对不是科技牛肉。是牛的什么部位呀？这个牛的那个里脊肉，就是每一条牛，每一只牛肉只有一条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黑胡椒素。就先让它入香味，因为牛肉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的。还要给它按摩一下。对，是按摩。这个对火候的要求都蛮高的。还好，只要把每一面煎到那种焦黄就可以了。38。这个是芥末酱吗？对，这个是黄芥末，就是趁它热的时候要涂一层这个东西。这个放的是那个意大利的进口的那个帕玛。这个是黑芝麻酱吗？不是，这个是蘑菇酱。老板，这一整条大概是能做多少份呀？7-8份的样子。这个刷的是蛋黄，这是做一个装饰。这个要烤多久呀？25分。哇，这个牛肉好嫩呐，这是几分熟啊？一般惠灵顿牛排的话是5-7分熟。哇，谢谢，这个盘子好高级呀。嗯，这牛肉真的好嫩哦，我平时吃牛排都是吃10分熟的。但这5分熟的，我居然觉得还蛮好吃的。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好爽，它这个酥皮薄薄的，但是很脆，中间裹的酱也都很香，哎，好吃。老板，我想要一个热奶宝，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个是6块钱一个，然后这里有小料。想要加哪一种，加一两种都可以。这个是蘑菇饼干吗？对，蘑菇饼干。然后这个是棉花糖。我想要这个蘑菇饼干和爆米花。嗯，彩色爆米花。嗯，好的。这是奶油吗？是的。这个热奶宝是新乡那边的小吃哈。对，河南新乡那边的小吃，冬天吃热奶宝，夏天就吃冰淇淋，就是美山煮的那个糖果。然后里面加了炼乳，所以它会吃起来有股奶香味、软味。这个就相当于是热冰淇淋，对，还会再加一层奶油哦。嗯，棉花糖和爆米花。嗯，这个蘑菇蘑菇巧克力。对对对，这个是那个蘑菇粒哈。对，哇，成本蹭的一下就拉高了。妹妹，你切两个吧。哇。这个爆米花彩色的是彩味的吗？对，水果味的，加不上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是。尝一下这个热奶宝。嗯，这奶油好香哦。冬天就要吃这种热乎乎的冰淇淋。这糯米搭配着脆皮，真的好好吃。看这个小甜筒还是布朗熊的，真的超好吃。老板，我想要一份彩虹芒果糯米饭。这个是带这个篮子的是吗？
包出那个盒子。哦，那我在这吃。好的，坐吧。那这篮子能带走吗？篮子不带。行。这每一个颜色都是不同味道吗？它味道差不多，颜色是花染的。哦。我们是纯植物染的。这个是密蒙花，这个是紫米，这个是蝶豆花，这个是苏木，这个是斑斓叶，这个就是银尾，就白的。哦。这蝶豆花的颜色好好看。这都是现销的芒果呀，对，新鲜的。这芒果好大呀，这就是大金柑。这个加的是什么呀？椰汁。这是糖吗？不是，椰蓉。这是椰子碎，烤椰粒。这样好了哈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尝一下这个芒果糯米饭。嗯。浇了椰汁之后，好甜哦。好吃，还有超多芒果。糯米饭上面还撒了椰蓉跟椰子脆片的，超级好吃。老板，还有冰汤圆吗？冰汤圆有呀。打包还在这吃。打包？是这些料都有吗？对。不是，这几样。这个是酒酿哈。是的。这小汤圆里面带馅儿吗？不带。好，谢谢。最近这天气真是太冷了，你饿不饿？还行。走，我回家给你做新疆炒米粉吃，冷天就得吃点热乎的。有微微辣、微辣、中辣、爆辣，你吃哪个？微辣吧。这里面是湿米粉，不用提前泡，直接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炒了。刚刚我还买了一点配菜，先把它们放进去炒一下。把这个特制的新疆辣酱放进去，加少许的水。哇，这个酱好香啊，我闻着都流口水了。我准备慢慢锻炼我吃辣的能力，争取下次咱们就吃爆辣的。哇，这看着也太香了。看这个，它是那种葱米粉，上面的酱汁好足。好吃，这米粉是那种 QQ 弹弹的，特别有嚼劲，而且酱汁真的好浓啊，吃起来又辣又香。我记得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，你们就喊我吃新疆炒米粉，今天终于吃上了。越吃越辣，越辣越想吃，真的好爽。这小汤圆好解辣，软软糯糯甜甜的，这酱汁真的太香了。微辣对我来说已经很辣了，再辣我估计就不行了。今天又是超满足的一天。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糯米饭。要一份。好，要一份八块来是什么的？可以额外加蛋黄的哈。可以啊，这个蛋黄一块钱九块钱。好。这个是加酱油拌的米饭吗？对。这是辣椒炒肉。对。香葱香菜都要吗？都要。加个蛋黄啊。嗯，你家蛋黄一块钱，好便宜哦。进价的是8.69毛。哦。以为啊。这基本不赚钱哦。这个是福利，你不能什么都要占别人很多钱啦。好，谢谢。长沙的糯米饭团中间是包着辣椒炒肉的。这一个这么大，比我拳头都大好多。看这里面的料超级足哎。好吃，这个辣椒炒肉比我昨天订外卖的还要好吃。饭团还是热乎的，特别扎实。超好吃。